哈扎德婚期已定，肯尼提前来告知孩子更好的消息，但孩子却担心一个问题。欢迎来到老提记事，紧接上集往下看。一家人商讨了许久过后，哈扎德终于确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表示待会就去肯尼家商量结婚的事。大哥眼见与哈扎德说通了之后，便约定了待会见面，表示为他们出资购买物品。随后一家人匆忙离开了，父亲见状也就带着哈桑进屋等待。原来摄影师刚已经帮忙叫车了，所有人都在为了父亲与肯尼的婚事积极筹备。进屋后的父亲连忙帮哈桑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也是想待会给肯尼的家人留个好印象。此刻父亲的内心也是无比的忐忑不安，一直在不断的思索待会该如何跟肯尼的家人交谈这件事。此刻的父亲也换上了干净裤子，也让我们为此刻的父亲送上一颗小红心，希望父亲今天能够完成心中所想。与此同时，司机师傅也来到了小屋，进屋便热情地与大家打招呼，接着表示汽车已经停在山脚下了，准备好了就可以出发。随后父亲便将大门锁上，几人朝着山脚下走去，同时也听见司机师傅对着父亲说道，待会他还有别的事，所以无法帮忙开车，希望父亲能够自己驾驶车辆去城里采购，他就不跟着一块去了，表示互不耽误。随后父亲也答应了司机师傅的提议，但内心却是更为忐忑了。这就证明待会儿父亲将与肯尼独处，这令此刻的父亲坐立难安。虽然说早已准备好了要结婚，但这一刻真的到来了的话，内心还是会紧张的。毕竟上一段婚姻是不情不愿被逼迫的，但这一次结婚却是父亲满心期待的事情。随后司机师傅将车开到目的地之后就下车了，接下来的路程则需要父亲独自完成。为了避免孩子们放学回家没看见他们，为他们担心，所以父亲打算先去一趟孩子们的学校，与孩子们说清楚了之后再去往肯尼家。好样子，过后车辆抵达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一栋破旧的房屋搭建而成的，学校里的孩子也不算多。随后父亲与孩子们说着今天发生的事，表示待会就去肯尼家与他们商量结婚的事，商量妥当了之后便会进城采买物品，所以今天可能会很晚才能回家，希望孩子们回家后自己照顾好自己，他忙完了就会带着哈桑回家的。哈米德听完立即点头答应，这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件好事，毕竟也是他们期盼已久的事情了。这一回令孩子们渴望的母爱是否会顺利出现呢？车辆行驶了好一阵过后，终于来到了目的地。随后父亲牵着哈桑下车，朝着肯尼家走去，内心却是紧张不已。接着便敲响了肯尼家的大门，肯尼的弟弟出门迎接着肯尼。今天父亲来的还真是凑巧，肯尼的父亲与哥哥正好在家。哈扎德见状礼貌地表达了自己的来意，听见动静的肯尼同样也走了出来，所有人围坐在一起听着哈扎德的想法，同时也听见哈扎德询问着肯尼父亲的意见，并表示他这边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他们家也准备好了之后，今天就可以带着肯尼进城采买物品了。同时也听见肯尼哥哥质问着哈扎德，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工作，还有房屋会不会被拆除，这些你都必须要好好说清楚，否则我是不会放心将我的妹妹嫁给你的。虽然我的父亲前些年中风，现在有些神志不清了，但我们也不会草率地将妹妹嫁给你的。趁着空闲时间，老提给大家分享一样好东西，来自黑龙江小兴安岭的蓝莓干，口感软糯可口，酸甜适中，鲜果晾晒而成，最大程度保留了蓝莓的营养价值，配料干净健康，无污染无添加。经常看电子产品，熬夜加班以及经常开车，用眼过度的朋友们可以来一单蓝莓干回去试试。因为蓝莓是富含了叶黄素、花青素、维生素，可以有效地保护眼睛，预防视力，增强免疫力，
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价格实惠。老提还为朋友们申请到了福利价，某超市59一盒，老提这里99.9到手5盒，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点击头像，再点击商品橱窗，赶快将蓝莓干带回家。随后便听见哈扎的回复道：摄影师告诉我，房屋很可能不会面临被拆除的风险。今天我的父母以及哥哥也专门为了婚事来找我了，他们愿意为我提供资金上的帮助。举办婚礼的场所也早就定好了，我今天也是带着诚意来的，等我与肯尼结婚后便会去寻找工作，我也一定不会亏待他的。哈扎德无比诚恳地对着肯尼的家人表达着自己想法，态度也是极为的真诚。最后哥哥便没再继续阻止，只表示一切听从姐姐自己的意愿。接着父亲便带着哈桑起身出门了，肯尼的哥哥依旧是在一旁认真地对着交代哈扎德一定要认真照顾好妹妹。此时准备妥当的肯尼也走了出来，看来父亲今天的任务已经顺利达成了。随后肯尼便坐上了副驾驶，最后又与肯尼的哥哥握手示意，二人最终顺利地离开了。看来父亲这回是动真格了，已经彻底想通了要与肯尼结婚。孩子们知道了可真要高兴坏了吧。顺利带走了肯尼后的哈扎德也开口了，询问着肯尼对他的这三个孩子有没有什么想法，希望肯尼能够提前说清楚，可能也是想到了二老婆极度不喜欢三个孩子吧。随后肯尼温柔的出声表示自己喜欢孩子们，所以并不会因此感到烦恼，希望哈扎德能够放下心，要是真不喜欢孩子们，当初也就不会答应与他结婚。父亲听完也算是一颗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本集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老提橱窗有很多精选好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支持下老提，您在哪里买都是买，老提这里保证正品，而且价格实惠，感恩大家的支持。